先欢迎何宜珊，欢迎南山，欢迎南山大哥。好，我们邀请我们台上请哦，谢谢。来，何宜珊，我们台上请。来，谢谢龙山，我们台上请。谢谢王志强大哥，台上请。谢谢方雨欣，谢谢。谢谢。好，要欢迎 special 的 Teddy， 欢迎 Teddy 台上请。欢迎超花旗，欢迎。好，超花旗真的也在旁边。好，欢迎黄贝佳，贝佳台上请。谢谢。好，现在希望大家用掌声跟尖叫声欢迎演艺圈的重量级的组合啊！来欢迎张磊以及谢祖武。由这个在演艺圈当中话最诶叮当的谢祖武先带领我们所有的演员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问个好好吗？欢迎谢祖武。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谢祖武，然后在我的左两边都是老爸上身最优秀、最主要的演员，应该是这么说吧，没有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老爸上身呢不会这么快的呈现给大家。8月8号是个很重要的日子，那今天来到这边真的非常感谢风雅。非常感谢直播 TV， 当然我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那老爸上身呢，我们非常努力，到时候希望大家也可以尽全力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鼓励，让我们一直一直做好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的，那当然要请这个乔兰小兰姐来帮我们跟所有的好朋友们问个好，好吧？你先可不可以用日文帮我先跟刚刚那个台湾胡琴物的总经理说声抱歉，好不好？竹村竹村さん、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さっき、名前を間違えましたので、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カラムーチョ大好き、スパムーチョも大好き。あ、大好き大好き、すみません、大好き。あ、谢谢谢谢。看我们就是有这么多才多艺的演员有的好处哈。各位贵宾，然后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兰。我很想跟大家问好，但问好之前，我真的觉得很奇怪。谢祖武，你刚刚在台下跟在台上是两个人，耶、yeah. ？怎么回事？对，我刚刚也，哎，不要打演员，不要打演员，你怎么会这么假？我也觉得哇哇，没有，因为他上了台就被某一些东西上身，他在台下才是他自己。好啊，不过这一次呢，真的是因为很久很久没有演戏了，非常谢谢 Triple TV， 然后有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参加这一个盛会，然后特别是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严格说起来，我并不认识在台上的部分人，应该说，其实，在我的戏里面，我大概只有接触到了我的孩子、我的先生，而且我在戏里面也没跟他说什么话，那所以其实我都不认识他们，我来干嘛？没有没有，你是里面画龙点睛的一个很重要的妈妈的角色。没错，因为我在里面，我就延迟了 Triple TV 那个傻劲，因为我在里面演的是蠢妇。那所以呢，那就是眼里面只有我的先生。那所以呢，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看这一部《老爸上身》的时候，真正的是给我们所有年轻朋友们最大的鼓励，因为他们真的很棒。谢谢，谢谢，谢谢乔兰，谢谢小兰姐啊。好，我们麦克风先收一下，好不好？我们让这个小五哥还有这个兰姐，我们带领我们所有演员，我们一起拍个大合照，好不好？来。妹妹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哈，因为小五哥他如果他现在亲自走过来拿给你，待会儿他下台会抱怨的哈，所以你要自动自发。好，不要开玩笑的。好，来，我们集合一起来拍个合照，谢谢。待会儿再请我们的演员们，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啊，会不会太距离太宽？不会，不会。好好，谢谢。来看正前方，好，来正中间。好，我们先比出赞好了，好不好？大家那个把鞋要看一下哈，小五哥比赞，大家就跟着跟上来，好不好？好，来，右手边下方帮我们看一下。好，左手边下方。好，中间再看一次啊，谢谢。好，最右边。兰姐，这边舌头要伸那么长吗？是主要是老爸上身啊，老妈没有上什么东西啊。好，来左边再帮我们看一下。好，谢谢。